胆逍遥。太爷当堂发下千票，空有王法难把差交。只因胡杨长公主府护卫赵彪，在三家店刀伤二命，奉了董太爷之命，限期三天捉拿凶犯到案，拿住赵彪，赏银十两，免差一月。对，要是拿不住赵彪，四十大板还要加号三天。可不是吗？可恨那赵彪，藏在公主府内，空有千票，不敢拿人。眼看限期已到，哎，我说伙计啊，你有什么好主意没有啊？我呀，我早有了如意算盘了。哦，你有什么如意算盘呢？常言道得好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他躲不过。嗯，待会儿咱们哥俩吃饱了喝足了，到公主府前后左右溜他这么一个弯，哦，消消神，化化水，打道回衙，领功受赏，领罪挨揍。哎，你这是什么如意算盘啊？伙计，你想啊，咱们顶头上司董太爷不过是个小小的洛阳县令，赵彪伺候的这位公主可是金枝玉叶、当今万岁的姐姐。哦，拿不着赵彪，顶多挨四十板子，要是得罪了公主府，吃饭的家伙就许保不住了。宁可挨四十板子也别掉脑壳，这不是个如意算盘吗？话虽如此啊，像咱们哥们儿在这衙门口里大小的也都有个名号。那是，事到如今可不能栽这个跟头。说得对。再者说，赵彪那小子平日里横行霸道，仗势欺人，要不是咱们董太爷，谁敢惩治他呀？可不是吗？依我看，咱们去到公主府，先请安后办案，看风使舵，见水行船。伙计啊，不知你有没有这个胆子？不瞒你说，这胆子咱倒是有。嗯，可就是别这么犹犹豫豫的，都有我呢，都有你呢，都有我呢。走着走着，正是胆大何方探虎穴，至高哪怕入龙堂，一步来到公主府。三尺禁地我心胆寒。伙计啊，瞧见没有，三尺禁地文官下轿，武将离岸，就咱们哥俩到这儿办事来了。哎，走着走着走着。伙计，看风使舵，见水行船，都有我呢，都有你呢，都有我呢。走着走着。嗯，公主朝锦起车驾，府外何人敢喧哗？请门官老爷安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也是你们来的？小的们平日不敢前来，只因奉了董太爷之命。什么董太爷？董太爷的那洛阳县的小县官不就是那糟老头子董轩吗？给公主请安来啦，告诉他不借。门官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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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安也要请，事儿也要办，我们哥俩今儿个前来是办事儿来了。办事儿来了。你们能办什么事儿啊？有请府内护卫赵彪到我们那小衙门一叙。哎，赵彪啊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我听说赵彪前两天在三家店闹了点事儿啊。哎，瞧你们这样，大概是我们是奉命差遣，概不由己呀。没说的了，您多包涵点吧，多包涵点吧。好，好一个
么奉命差遣，概不由己呀。既然是办案来了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哦，我呢给你们指条明路。哎，赵彪护卫着公主的车驾进宫去了，紧追几步还赶得上，有胆子你们就去吧。伙计啊，这是虎落平阳，撵咱们走呢，咱们赶紧赶紧走，你们给我回来，我把你们这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。今日乃是我家公主朝觐之期，赵彪护驾前往，你们敢办此案，动赵彪一根毫毛，惊了公主的驾，我剥了你们的皮。是，那我们就在这儿等着。这是公主府，乃御赐禁地，从今以后你们俩再敢来这儿，我打折你们的狗腿。是，那咱们就回去。回来，回去也别白回去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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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顺便给我带个口信儿。是，告诉你们那位董宣董大老爷，他呢是个好官。哎，不错，是个好官啊。我知道是个好官，既然做官总得有个眼力劲儿，别人做官是一天一天的往上升，他做官是成年累月的往下降。哼，这都降到洛阳县令了，他还是那个脾气，往后再若是这么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，不用别人，就是我这儿公主府的门官，一句话就能送他个忤逆。是，什么事啊？那当大胆，还不快滚。是，照我生这肚子气。哼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伙计啊，不是活扒皮就是打蛇腿，弄不好再送咱们个忤逆，咱们惹不起呀，咱们躲得起，咱们赶紧走吧。哎，伙计啊，别忙，我呀又有了如意算盘了。你又有什么如意算盘呢？伙计，你想啊，公主进宫朝觐，赵彪随车护驾，必然路过厦门亭，咱们哥俩如实禀报太爷。太爷他要是有胆子呢，那咱们哥俩也跟着豁出去了。可太爷他要是没这个胆儿呢，那咱们糊里糊涂也算把差交了。哎，好，那咱们赶紧走。别忙，跟我抄小道。
一字排开，迎候车驾车。殿下恭旨千岁。但打洛阳县令中途阻拦车驾，真乃大胆。启公旨，臣无故不敢拦阻车驾，只为一件公案，特来请示公职。洛阳县，臣胡杨贵职不理民词，你既身为朝廷命官，有案自当秉公而断，何必问我？多谢公职。口谕，有案自理，休得阻拦车驾，你们闪开了。请近前讲话。好，按谢文来。讲些什么？你是赵彪。俺正是赵彪。放了，打坐向阿钱。县令中途阻拦车驾，本宫不曾加罪也就是了，怎么反将我护卫上当？你莫非奉殿了我？启公旨，臣为审理民词而来，也曾请示公旨，如今臣遵谕而行，怎是疯癫儿子？听你之言，莫非赵彪他犯罪不成？他若无罪，臣焉敢拿问？他身犯何罪？奉臣当面审问，奏命公职。好，如此你与我审。臣就审。你与我问。臣要问。赵彪，有人在文仙台前状告于你。告我何来？三家店之事。真。赵
镖，有话只管讲来，天大祸事本宫与你作之。是安所为？状子在此，与他看来。来来来，瞧瞧是你办的事儿不是？是安所为？又等于何？叫他画供。有种的你就画个供。哼，太爷，他招了。呈上来。请看，你且念来。遵旨。胡杨府护卫赵彪仗势力累犯律条，三家店刀伤二命，下门厅请笔供招，这请阿比共招。
龙亲鸾，王子犯法难寻亲，是杀是放凭我定，是放是杀。将凶犯招标，开刀奔斩。啊！哪国敢斩？哪国敢斩？哪国敢斩？斩！斩！公子救我！公子受惊了。董宣，你斩得好！静静且息好怒，把嘴笨人心大快下门庭，天为不色难料定，回呀听宣，好文之无Oh!
皇帝县令竟敢意下反上，抗命不遵，万岁你要与臣妾做主。正好呢，臣同宣女子官然臣心，去皇街拦路杀人呐、啊！快宣他进宫来，不要亲自审当人。旨，万岁！洛阳凌辱皇亲呐、啊，要力战无门。万岁，董宣宫门候旨，宣他上殿遵旨。万岁有旨，洛阳令董宣上殿呐、啊，领旨。
见下，吾皇万岁。董宣，臣故来问你，县令与公职，孰尊孰卑，孰大孰小？万岁是哪里话来？县令官卑职小，公职乃金枝玉叶，焉能相提并论？此县令欺瞒公职，该当何罪？欺瞒公职，有日欺君，轻则处刑，重则处斩。好一个轻则处刑，重则处斩，是在衙门庭前擅作车驾，拦路杀人，欺瞒公职，真乃目无君上。若肯认罪，监禁一等；再若倔强，定斩不容。臣请万岁，自古有道之君不斩无罪之臣，臣胆大不敢妄为，臣无罪不当受死，容臣一言，再斩不迟。住口！衙门庭前弃我孤寡，身家在此，你还敢强辩？啊，万岁，他既不知罪，就该推迟无门，速速问斩。且慢，这老儿屡次责官，且行未改，容他一言，叫他死而无憾。还不快快讲来？讲。万岁容奏。变本是非不明，不许你变，容臣一变，不许变，臣也得要变。哎呦哎呦，这老头子怎么这么犟啊？看他变些什么，讲。臣怎敢入不入门槛？强辩不成，虽然是租车驾，为穿着伤人力，你将照表问斩，乃本宫亲眼得见，身家在此，你还敢强辩么？竟敢狡辩，故来问你，
传令杀人者又是哪一国啊？这你就说不上来了吧？讲。杀人者是万岁，执法严令下门庭啊，臣乃是奉命而行啊。但打董宣词穷理短，就该俯首认罪。怎么当着长公主在此来来来去来到孤王的头上来了啊？孤来问你，斩首招标可有孤王的圣旨？无有。寡人的口罩也无有。一无圣旨，二无口罩，怎说是奉命而行？诽谤圣上，罪该万死。说好的嘛！是孤王钦定的呀，杀凶犯如万岁亲手判那刑，这个弯儿绕的可不小啊。好，你整话口。臣斗胆回金家，万万岁，可知他因祸受罚刑？孤王焉有不济之力啊，皇帝适才匆忙，不及多问，那赵彪到底身犯何罪呀？是万岁。伤而命，皇姐此时当真？臣妾在府中，莫言之真假。万岁！辨真假，去看他。you
赵彪当斩。道上耳民且不当斩，臣妾护卫就该从轻发落。小小的洛阳县令不能擅作主张。县令虽小，掌管民事，及其兄自当审问。此罪嘛，还是由他定的事啊。他定不得，定得的，定不得，定得的。怎奈有道明君，多口闭头，万岁。
董宣虽然一笑犯上，只是执法无私，若将他斩首，只恐满朝文武不服，一股看来是斩不得的了。纵然不能问斩，他这一下犯上之罪，难道就罢了不成？不不不，焉有作罢之理，故定要将他严惩与皇子持其呀。好，且看万岁是怎样与臣子持其呀。哎呀，是啊，怎样与皇子消上这口怨气呀。是啊是啊，是要给长公主出出这口怨气呀。死罪一免啊，活罪难用，就问他国充军发配之罪。对，发配充军，发配充军，发配。万岁，不成啊。怎么，您瞧这个董宣呐，将近七十了，年老多病，咳嗽痰喘，是五劳气伤，一个糟老头子哪儿受得了这风霜之苦啊。一路之上啊，折磨也就把他折磨死了，他死了倒是不要紧的，这别人可就说了，说道万岁与长公主想要杀他，又怕人心不服，故此呢活活的把他折磨死了。要是这么一来，可与万岁和长公主的仁德有碍呀。哎呀，是啊，如此说来发配不得。万岁您的尽管重办他，可就是别发配呀。发配不得。发配不得啊。就将他罚俸三载。对，罚俸三载，罚俸三载，罚俸。万岁还是不成啊。哦，听说这个董宣呐，他不会做官，
故此呢，他是个穷官，穷的连把茶壶都没有啊！别说是罚俸三载，就是三个月，也得活活把他饿死。他饿死倒是不要紧的，这别人可就又说了，说到万岁与长公主想要杀他，又怕人心不服，故此呢，活活的把他饿死了。要是这么传出去，说像他这样的官儿都叫万岁和长公主给饿死了，那往后谁还敢做官啊？要是这么一来，可又与万岁和长公主的仁德有碍哟。哎呀，是啊是啊，如此说来罚俸不得，哎，罚俸不得，万岁，您呐，再想个主意吧。罚俸不得，哎，再想想。有了啊，就将他贬官五级。哎，对，贬官五级，贬官五级。这个老头子当了一辈子官，降了一辈子官，还得往下降，还得往下降。哎，别着急，我先算算吧。这洛阳令是七品官，再降五级，这七加五是一十二。哎呦，万岁，这十二品是个什么官啊？没法再降了啊！一不问斩，二不充军，三不罚俸，四不贬官。若依万岁，又当日祸。皇帝呀，皇帝不必太忧心，不怕人情要我持平，混战空军最难定，阿公便不安难行。如此你就视他无罪吧。他冒犯皇帝是可恨，谁道他无罪呀？公也不答应呐，小臣呀，请把气顺，只要皇帝肯应承，日子但凭万岁做主吧。此话当真？难道臣妾患有谎言不成？这就好了啊！西壁是皇帝，这叫做不卧底。上殿听故臣的命，宣上殿啊！哎，跪下跪下！冒犯公主
来公之其难平，难拆难分难议论，不知这戏是女人满中来听为民，就是抗军呀！是非当命最难分，怎奈万岁发如为听？不受金钱忙不为定。董宣，万岁让你给长公主磕头赔礼，你怎么倒冲着万岁跪下了？来来来，哎，转过去转过去，哎，怎么又冲外了呀？万岁，劝快与公主叩头赔礼，是非不明不能叩头。金瓜武士有家丁董宣听故直下。董宣快与公主叩头，不能叩头。哎呀，不从命就与公王强直之心呐、哎呦我的妈呀，吓了我一大跳啊。董宣，得罪了长公主还不赶快磕头赔礼吗？哎呦，什么有理没理的，磕个头又算什么呢？来来来，摁着他，让他磕，让他磕，让他磕。哎哎哎哎，一个了一个了。董宣，你别挺着脖子呀。来来来，舌点劲，摁着他，让他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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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哎哎，俩了。董宣，再磕一个咱们就齐了啊。哎，来来来，你们别闲着，摁着他，使点劲，让他磕，让他磕，让他磕。哎哎哎，撒了！哎，齐万岁，董宣赔礼已毕。不为臣赔礼，得兜不住了。齐万岁，董宣的脖子太硬，奴婢们摁不动啊。万岁，没事。为臣安臣心，不负万岁殿的恩，一夺这官选一兵，又是当年不吭声，臣愿死守今夜把戒心，听一死心国法是所难能。嘿嘿，别介，别介。
迟不尊，推迟无门，皆可问。万岁，休得莽撞啊！哦哦哦！消气儿的话，干脆我这儿啊给您磕一个包。宣执法无私，此钱300,000，以资嘉奖。遵旨。此亲特旨一道，日后无论公卿贵戚，若有违法犯法者，准亲依法惩处。遵旨。内侍有奉听圣旨，护送强相令出宫。护送强相令出宫。